开始录啦。思敏姐怎么办，我们得奖了耶。没有啦，说好不是这么录的啦。随便啦，反正我们都是其实那么多年来，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吃中餐，你觉得呢？是啊，虽然有时候还是吃的有点腻，但是在国外待这么久，最后觉得自己的文化还是在那里。哦，好的。